I'll chase them anywhere. It's time to spare. Let me share this whole new world with you. 我们这位小朋友，你不要看他哦，年纪轻哦，唱得很好，很强。他现在已经要发片变歌手了，对，要发片哎，有没有需要鼓手？哎呦，可以找我啊！你说都录完了，嘿，都录完了，录完了。啊，都录完了啊！好好好，下次有机会了，你下一张再找我。对，但是因为今天是过年嘛，讲一下小品，你的过年是怎么过？应该很多朋友都想知道，你都是怎么过年的？其实我们因为家里人比较少，所以就大概是会出国一起去吃年夜饭。出都一定出国吃比较多。哇，对，好像有去过哪里？像是什么韩国啊、土耳其或者是澳门之类的。哇，就是过年期间。好羡慕哦！那在过年期间去了那么多地方，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最喜欢的？澳门吧，对，因为里面很多游戏室，而且很高级啊，感觉。你是去赌博、哦？游戏室，游戏室，游戏室，小朋友玩游戏的地方。对，没想到是游戏室。出国想讲会去一挂啊，真水风景的所在，是游戏室最吸引你。对。哦，啊、通常你们去就是啊，你家人啊，跟阿妈一起。对。哦，所以你。比较少留在台湾过年、如果就是那种出国回来就会跟去贡寮阿妈家吃饭啊，等于贡寮啦、啊、我们的故乡有一个漂亮的姐姐，对啊，谁？我贡寮啊，我贡寮人啊，嘿，我贡寮呀，对，没错，你今天真的很跳跃，因为鸡鸭都弄熟悉啦，弄熟悉是平燕是啊最厉害的一个囡仔甲歌手。不过你我们都知道，因为平燕不但会唱歌，很有才华，他英文讲的也很好哦。对，今天贾斯汀哥哥来了，你要不要跟他来一个合唱？哦，好啊，那就跟他合唱一首那个《A Whole New World》。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哇，我一定超好听的。A whole new world. Don't you dare close your eyes. A 100,000 things to see. Hold your breath, it gets better.I'm like a shooting star that comes so far. I can't go back to where I used to be. Don't you dare close your eyes. With new horizons, every moment gets better. I'll chase them anywhere. It's time to spare. Let me share this whole new world.哇哦！哇，听着各位觉得有幸福感哎，哇，根本就在看迪士尼的那个，对啊，还有公主在旁边飘，哇，你飘进来真的很像那个是盗版的影片，十八禁的，是鬼片啊，什么十八禁？哇，两个人的合作，对。完美哎，可以一唱完，老师们都给你拍一首哎。哎呀，谢谢老师们。